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收看相关新地方的婚姻新闻。婚姻观108年的中小学联合运动会，伫今仔日正式展开。来自20乡镇市的选手拢组集做会，准备要来争取代表婚姻观去参加全国比赛资格。在开幕典礼顶端，除了会当看到选手将盛会点到的画面以外，副馆长谢淑阿也带领着各乡镇市长来跳活泼佮趣味的健康操，同时勉励所有参赛选手。在选手将盛会点起来的同时，也代表着婚姻观100年度中小学联合运动会正式开始了。除了勉励所有选手，副馆长谢淑阿也带领着各乡镇市长跳起活泼又佮趣味的健康操。我相信运动跟其他的行业来讲都一样，其实要成功都很不简单，尤其他们单项都是要经年累月的坚持，再坚持不断的去突破自我，所以我相信平常有非常好的准备，那在不同的时间点，即使这一整年下来每一年都有非常多的运动赛事，那透过平常这么积极，咱婚姻面啊，真正讲拢唔惊艰苦，然后都可以坚持，然后坚持，我相信一定会展现他们的成绩。将人生的成果做出展现，所有选手也将会提出上好的表现，在这为期3天的比赛当中，尽全力来争取代表婚姻观参加全国赛的资格。我的主项是标枪跟铅球，然后经过寒假的力量训练之后，力量整体有提升我很有信心在这一场拿冠军，甚至破纪录。也更有信心去挑战全国的颁奖台。虽然就只有这场，就是如果能达标的话，就可以去全中运。所以我们在这场比赛会全力以赴，就是不会让国中留下遗憾。婚姻观中小学联合运动会主要的比赛项目是田径为主。婚姻观体育会理事长郭志兴也表示，田径是所有比赛项目的基础，希望所有的选手会当提出上好的表现。那我们今天连续3天的一个中小学联运动会，我们主要主轴在田径运动方面。那田径运动我们具备了一个速度，还有协调，还有柔软度。还有我们的一个瞬间爆发力跟耐力，所以说任何一个运动项目都需要田径来搭配这样的一个方式。自3月5号到7号为期3天的运动会，除了邀请民众来为选手加油，婚姻观体育会要提供一般的民众体育项目的咨询服务，欢迎大家做伙加入运动的行列。记者江怡昌报道。